今天的表现真的是虎虎生风。今天他这个戴安的搭档、空虎搭档、好球，其实都走在前面，而且有效并快速的拿到了出局数。那呢，我想问一下嘟嘟，知道先发要对战这个前两天啊，其实状况蛮好的魏全龙队，那捕手有没有彼此提醒什么要注意的地方？很感谢大家在这一场的配球上的引导。那因为知道魏全最近的状况不错，那自己就是希望把球接到人家边界。是，那呢也有效的完成了今天这么优秀的成绩，主投了七局一分都没有失，是不是？先给嘟嘟一个掌声，有没有？非常非常的安心，看到嘟嘟就是安心。那当然，其实今天有一个话题，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经典对阵，也就是制胜。今天对战制胜前的心情，跟对战后的心得，可不可以跟嘟嘟请大家跟你们分享一下？其实刚上去的时候看到他，就是回到熟悉的感觉。其实他看到我应该很想打。他这两天打了两支。对，可是我一直遇到他，我想说还是一样尽量把球投在第一的位置。是，那对战后的心得？当然结果是好的。好，我们。非常准，是陈慕龙牌哈。那当然，我也希望嘟嘟持续用这么好的表现，带给我们师队拿下更多的胜利。好，那当然，今天拿下了我们主场的首胜。面对现场这么多的一号队友，有没有什么话来跟他们感谢一下？非常谢谢各位球迷今天到场为我们加油。那也非常开心能够在有好的开始，希望说能够继续保持。谢谢，谢谢你们。抽出今天幸运中奖的球迷朋友，我们要抽出三位，就是等一下会有 MVP 实战签名球，赶快拿出你的票看看哦。来，首先第一位54733545 HH， 第二位27513036 HI， 第三位42646719 HI。恭喜以上三位幸运的球迷朋友，那么记得等一下在我们比赛结束30分钟之内到大门口的服务处来帮我们领取今天的 MVP 签球。好，那当然，那个我一定要先帮嘟嘟跟大家说一下，他比较害羞了，不用跳舞，还是你想跳？好的好的，那我们不要回答他，因为嘟嘟真的比较害羞哈。那我们试试再用热情的掌声来送给嘟嘟，来，不跳舞就来洗个澡吧。谁叫你不跳舞？不跳舞就洗澡，好，在他面前洗澡。OK， 那邀请嘟嘟来帮我们签下今天的 MVP 纪念签名，在荧幕叫你先帮我们签出 MVP 纪念签名。第二张他们的国安林1 2 3，谢谢，感谢大家的爱人。那我相信嘟嘟已经收到来自大家的爱了，那也要在这里提醒现场所有球迷朋友，在今天比赛结束之后呢，我们的官方粉丝团会抛出一份赛后报，也就是一个贴文啊。如果我们在贴文下面有留言，还会再抽出10位，会来赠送由我们搜救所提供的价值1160元的和牛招待券，我们会抽出10位哦。所以呢，请大家记得在我们赛后报的地方要去留言抽奖哦。好，那当然。终于顺利的拿下了我们主场的首胜，那当然接下来的每一场胜利都需要你们的参与，所以也提醒现场所有的球员朋友，接下来呢休息两天之后，不要忘记我跟陈叔主场可是有一场主场比赛，也希望到时候都可以见到你们的身影，听到你们呐喊的声音。那也提醒一下，我们师傅说呢，在30分钟之后也会来踏进最后一班的，所以我说到时接火车的朋友也记得赶快移动你的脚步咯。好，那呢今天非常开心哦，能够拿下这场胜利，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所有在观众席上的你们，所以接下来呢要把时间掌声再送给你们自己一下好不好？掌声送给
兄弟们，荣耀归我们所有的一号队哦！好啦，那就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，我们三天后见啦，拜拜。那这个介绍现场的李汉威啊，来到台南实力棒球场来介绍今天。